从今仔继续来看这件，这个轿车弄大拖车，两个死，这画面让人心惊胆寒。这是昨下晡发生伫个苗栗三义的死亡车祸，一个姓何的男驾驶塞车载死的男同事要去食中昼饭，结果甲拖板车来相撞，这个车速真紧，弄一个真正力，车体拢变形了。有两个乘客被救出来的时阵已经死亡。一台白色轿车高速开过，撼动都无动，直接就弄到拖板仔车。轿车是弄到真大，个含车壳都喷无去，规台车是弄到歪个起窜。消防队赶来现场，发现车内有五个人，拢是男性。因受困伫车内，消防人员赶紧破坏车体，将人救出来。但是有两个人当场就无喘气。速度相当的快啊，好像快飞一样啊！看到就撞上去了。拖板仔车的驾驶也阁皮皮出，伊讲当初是对目骨里啊骑，看到车的速度真紧，刷来的弄落根本就袂护闪，车道嘛好弄干毛落。经了解，系何姓民众，由后里载同事前往三立地区用午餐，沿台十三线由南往北直行，行经54.6公里处，不慎追撞同向自用运车。警方调查，双方的驾驶拢无饮酒，轿车顶上五个人拢是同事，因小酌要去三义食中昼，煞来发生意外，造成轿车副驾驶参后座两名乘客死亡，另外两个人重伤。开车的何姓驾驶正脚的大腿嘛扯断去，详细事故原因要阁等警方来调查。